好，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实质事务的回滚点啊，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比如说从这儿开始开启事务了，往下走，它是往下走，然后走的时候呢，比如我在这儿回滚，比如说我在这儿回滚，它滚到哪儿去啊？它滚到这儿来是吧？对。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干什么呢？我再保存一个点，我再保存一个点起来，说我不要回滚到最初始那个状态，我可能回滚到这儿来，这样我就记录一个回滚点了，啊，记录一个回滚点。好，实质事务的回滚点，来我们设置一下，说这个修，比如说这样啊，说这个 select 信号 from bank， 你看啊，首先我开始 begin 开启了，开启以后呢，我就这样写啊，我说这个 insert into 表明是个 bank values， 第一个是1003，然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是500块钱，500块钱。insert， insert。好，那么完了以后，我在这儿呢就记录一个，就 save 保存是吧 ？point 就是点，保存那个点，这个点我取个名字啊，取个名字叫比如叫 A1 吧，比如取个名字叫 A1， 然后我这儿保存一个点啊，叫 A1。这开启了，这保存个点叫 A1， 我再来写一个 insert into 是 bank， 然后是 values， 这是个1004啊，1004比如是个200块钱。好，朋友们，这时候啊，你注意了，如果我 commit 是不是全部就提交了，这没问题的。对。commit 全部提交都没问题，关键是 rollback， 朋友们注意，我一写 rollback 是回到哪儿去？回滚到 begin 那儿去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想回滚到 A1 这儿来呢？如果回滚到 rollback， 一直回滚这儿的话，是不是两句都没插入？对。如果 rollback 的话，是不是两句都不插入？但是我如果回滚到 A1 这儿，这一句插了吗？这一句插上，这句没插是不是？所以我说rollback to 哪儿呢 ？To A1， 是吧 ？rollback to A1，rollback to A1， 这种事务结束了吧？回滚到这儿来，那这一句是插上了，是。select 的信号 from bank， 哎呀，差了三句啊。开启事务是记录事务的回滚点。设置回滚点，然后回滚点，啊，回滚点，啊，查询，啊，好，这个是他们这是设置回滚点，就是说原来啊，我这个一 rollback。他一直rollback到这个事物的开启处，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我回滚到某个点上，叫 rollback to 某个点上，好，这是回滚点。下面呢，我们说这个自动提交事务，这个是介绍一下，这是自动介绍一下。请问如果我写一个 circle 语句，它是不是就是我写一个 circle 语句啊 ？insert into 表明，比如是 bank 啊，不是 bank， 然后呢，这儿写一个说，比如是个。1005，咱们请问这一句话我有没有开？就如果就这句话而言，我有没有开启事务？没有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一句话而言，其实也是在一个事务内，这个是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自动提交事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 circle 语句都是一个独立的事务。每一个 circle 语句都是一个独立的。都是一个独立的事务，啊，好了，那有人说你从哪儿证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他们这里边有几个字段 ，insert into bank 这是一个字段，这第一个字段叫这个 CRD card， 第二个字段叫 money， 然后这是不是
values， 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两个字段？那么当如果差的时候，从你看啊，是不是先差第一个，再差第二个，是不是？对。我先问你啊，如果第一个差成功了，第二个差失败了，它是这个是个余都没有呢，还是就差了一个进去了？就差了一个。都没有。插入的时候，这里边有两个字段，第一个字段是先插成功了，第二个字段却插失败了。插失败的时候，你说是这个思考语句，这个整个一个就没插成功，还是说这个插成功了，第二个就是没插成功？都没有。你看我这样吧，这样吧，哎，请问我这么写是不是肯定有错？对，肯定有错。那我问你，他插的时候肯定是插先插第一个。再差第二个，结果第三个没有差了就报错了。那么你是都没差完，还是差了两个？是就报错了。说明什么？说明当我插入的时候，是不是前面就自动开启了个事物？前面就自动开启个事物，最后结束的时候自动结束了个事物。也就是说，要么你这几个思考语句，要么你一起插入成功，要么你一起插入失败。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这几个字段。就说你这个几个字段，要么是一起插成功，要么是一起插失败。那么请问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事物啊？啊，就是一个事物，一个思考语句就是一个事物。那么你开启事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多个思考语句放到一个事物里面，听明白是吧？嗯。啊，一个思考语句就是一个独立的事物，开启事物是将多个思考语句放到一个事物里面，一个思考语句就是一个。独立的事物啊，开启事物是将多个思考语句啊，多个思考语句啊，这个放到一个事物中执行。好，那么这个呢是就是啊，回滚到这个回滚点啊，就设置回滚点和自动提交事物。